神。怎么啦，公子？对的，我们有一个美琪，也不是美琪，起了，应该在准备播吧。哥们儿，不是吧？完了，毁了。超级远程狗，咬住！再见。把小门带了。加速敏捷！超级逐利剑铭记！我操！遥控来说我雷啊！五秒。哎，站住！哎呦，可以啊，这雷应该。不愧是有铭记这个逐利剑的加持。走了，转移。什么叫做邮差神？懂了吗？学会没有？铭记。我心想，我这么一看刷底啊。我没放盒子呢，我看这个放哪里。会打邮差了吗？如果你还没会，那我只能说。社交的你没有一只铭记，懂了吧？当你有只铭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溜了。啊，躲！哎，雷不够了，哎，找不到，嘿嘿，全空！什么叫做邮差？哎，全空，哎，空！啊，气死了！气死了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！啊，生气哟！要六个咯，密码机。我已经给了他三只狗了，我的妈呀！第四只冥界去，哎，他走了，他躲你狗，我拉分去了。嗨，谁压好了？什么叫做力挽狂澜呢？我就是都说的。Sorry 啊，各位，有时候抢他这件事情呢是与生俱来的。先找他的十一个点啊！他能走吗？你帮我看一下。走不了啊，被冰架了。给他来一个逐利剑。哎，他能救我！这狗都没我走得快，我服了。但是被炸断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做几站呢？他在往中推走，然后现在转教堂。你觉得我能救吗？你觉得我能救吗？你觉得？啊，逼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他现在有没有还剩下？有没有还剩？还行，他有手，还手，完美，可以剪个视频，然后把铭记那个秒倒放进去。